你们觉得这次能成吗？死不可能变可能啊，连挑战不可能。这次的这个队形似乎更整齐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好好，就是一行一行的人排列得更加整齐了。他就是给那个力量，对，非常的均匀。而且非常重要的是，排列好了之后，孩子得毫不迟疑地往上登顶。如果孩子中间害怕或者是停留的话，整个人塔就会摇动。好，来。现在中间的人已经发出要开始的命令了，开始了，来了，好，第二层开始了。现在第二层的核心部分开始搭建，搭好了核心部分之后才可以加固。我们全场人一起为他们祈祷，我们看看这种祝福的力量能不能在今天晚上变不可能为可能。好，接下来他们就要慢慢加快速度了，否则底层的人缺氧的时间会越来越长。有的，他们有一个规矩的，那个手的是、是有一个脉络在那边的。你有注意到他们是这样咬着领子上去的吗？就是为了孩子，接下来的孩子往上走的时候不会打滑。说实在，到第六层第七层以后我都不敢看。第三层的三轮计时已经立起来了，太紧张了，我不看了，你们告诉我结果再来。到五层以后音乐应该就会响起。四层都是成年人，到了第五层就开始是少年往上走了。好的，音乐响起来了，再次冲顶。是少年男的，第六层是女生少女往上走，但是再往上就是孩子了。六，现在六层接下来是最艰难的时候，加油。和第一次挑战一样，现在的晃动也非常剧烈非常剧烈，但是孩子们都在坚持着往上爬。现在是第七层，刚才出现问题的就是这儿，坚持住。第七层，向上爬的过程当中，孩子们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支持的力量。加油！从我这个角度看，摇晃得非常的厉害。只要他能够稳稳地抬起手臂，就算成功。是不是可以成功？现在是第九层的女孩，只要她能够稳稳地抬起手臂，就算成功。是不是可以成功？却是点点成功。